职棒选手林哲轩上演美技飞扑接杀，这个经典动作因为左肩受伤需要开刀治疗，本季恐怕无缘再见。莫万没想到国民党桃园市长提名人张善政脸书po文表达关心，但这一句我国棒球好手旅长林哲轩却遭到球迷狠酸，不懂装懂。网友大骂，又就喊掉虾轩怎么会是旅长，因为旅长这一词是之前的霸凌事件，大酸张善政想蹭也要做功课，甚至大喊善蹭加油好吗，别搞这种低能错误，甚至 PTT 上也骂声一片，狠酸张善政根本是落井下石，二度伤害，想捡枪却往自己头上开，硬要蹭连球都不会杀。引发轩然大波后，张善政马上删文道歉，还说用了球迷朋友不喜欢的外号，祝福你早日康复。人都已经离开了，道歉一百遍也没有用了。前一天才调侃对手林志坚绕跑不负责，没想到回力镖马上打到自己。环宇新闻，我们叶刘佩婷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